阿弥陀佛，与慈悲生活在一起，生命电视，触动，行动，真感动。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父母祖先六道有情，供养三宝。佛陀说，你在这个世间布施百千万亿美金盖医院盖路，福报很大，但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啊！因为佛陀是什么无上福田，所以各位在家里无论如何多供养，多供养啊！哪怕一支香一杯水都要供养。如果站在菩萨界超过24小时不供养三宝，犯菩萨亲戒，因为你等于对三宝没信心了啊！所以各位家里爸爸妈妈在家里，你不可能不请他吃饭的，这是一定要的。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供养三宝，但是佛陀又说了，你把世间所有的佛像都盖成黄金珠宝做的，功德很大。三大阿僧祇劫不断地用黄金珠宝供养三宝，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所以世间百千万亿布施不如佛前供一朵花，但是三大阿僧祇劫供养所有三宝，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所以各位，持戒很重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样啊。但是你持的圆满的戒律，还不如忍辱一分钟的功德啊！所以各位不要生气，你一定要修忍辱，你才会有福报。所以简单的说，布施、持戒、忍辱是所有福报的根源，这三个都要做。你不要听我说啊，那持戒就好了，我不要布施，不是那个意思。你必须要一步一步做，从世间的布施、世间的孝顺，到了佛法的布施，然后呢，进一步持戒，进一步修忍辱啊。但是佛陀又说了，慈悲的功德超过所有波罗蜜的功德啊。佛法的实践呢，就是慈悲，只想了对方。所以我们现在做布施的时候，各位要想到六道众生，好不好啊？为那些蚂蚁，为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为不是佛教徒，因为不是佛教徒他不会在佛前供养。所以各位，我们做供养的时候呢，你要想的，我为六道众生大做供养。所以刚刚讲的，再念一次：三宝、护法神、众生、父母祖先啊。所以我们供养的时候，父母祖先跟众生是平等的啊。所以我们把所有众生都当作自己父母祖先，也为我们父母祖先在供养。所以这就是，当你在拜佛，永远记住，你拜佛的时候前面是佛，后面这些身体呢，我的身体就是六道众生、地狱道、鬼道的身体，我在替他们拜佛，要这样来拜佛。
不是我拜几拜啊。所谓金刚乘呢，这个世界有人有七十亿，你替七十亿人在拜佛，你拜一拜就拜七十亿拜了，就这个意思。你替无量众生在拜佛，你想万法唯心造，那你一拜一拜就等于无量功德了。如果你有这种心态，那这个才叫快速成佛。为什么要快速成佛？因为我要利益众生嘛。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师父，我要念一百遍地藏经念得好累啊。我说你观想念一遍等于念一亿遍。我刚刚教各位的，所有佛像都变地藏菩萨，所有众生你念地藏经都变地藏王菩萨，所以呢你自己也变地藏王菩萨。你用这种心态去念一遍，别人要念十亿遍也念不完。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众生皆有佛性，你要用这种心态，这个叫金刚乘啊。所以那我想金刚乘讲的是心态的问题，那你要懂得这样去做，而且我们马上要布施给众生，所以希望各位每天在家里供养。今天你拿一支香，我为美国境内所有人们供佛，太慈悲了。你不用选就做总统了，要有总统的心态，要服务他们啊。那你所以佛法是一种心态，特别大乘的心态，很谦虚，众生都是父母，但是我要让众生成佛。忘了自己，忘了自己就是空性。那各位，这十种供养是代表佛教里面最重要的修行，那叫十波罗蜜。这十波罗蜜圆满了，你才可以成佛。背一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波罗蜜。那这叫十波罗蜜啊。那从十善业、十供养、修十善业，进入十波罗蜜。佛教就告诉我们，五戒十善先修人天福报，进一步呢转为利益众生的波罗蜜。那这里面的意思都非常好。以后各位在家里供养，你一定要观想啊，心然五分，这支香是从你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香啊。叫五分法相，普遍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当下开悟。你要学香烟童子，释迦牟尼佛过去点一支香就开悟了。为什么？这个香会生灭的，所以他体悟到生灭的道理，而证得不生不灭的真常，叫香烟童子悟真常，鼻观妙难量。所以各位，你点最好的香给众生闻，以后你鼻子漂亮的不得了。所以鼻观妙难量，各位看到佛陀的鼻子，你一定要看哦。佛陀的每一个相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你要看着佛陀，你鼻子不好看，多看佛陀的鼻子；你眼睛丑，看了佛陀的眼睛。啊，佛陀的每一个相都要消我们的业障了。所以供香的人鼻子漂亮，以后如佛陀的鼻子一样，让别人可以笑，鼻观好看，妙难量啊。所以这个时候瑞霭祥光，你要观想啊，堪现法中王，在一切法得自在，叫法王，就是佛的意思。什么叫一切法？生老病死，被爱被骂，他都能够如如不动，叫法中王。所以以这样来为六道众生做供养，然后还念这三个字，念一下嗡阿吽。这三个字各位要背，嗡就是清净，阿就变成无量无边，不是一支香，是整个世界都变最好的香。哄这一支香供出去，变成一种大的功德，供养诸佛，布施六道，化为甘露给他们，超度他们啊。所以叫嗡阿吽，这三个字在背是嗡阿吽。嗡代表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加持，叫嗡。阿代表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加持，变无量无边。吽代表不动如来，叫阿处如来的转化的功德啊。香变成持戒波罗蜜圆满，花变成忍辱波罗蜜圆满，灯变成般若波罗蜜圆满啊。除了世间得到，特别点灯，你点一盏灯要观想这个灯的光变成极乐世界的光，让所有六道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都超度了，那叫哄啊。你要这样讲，嗡阿吽，所以念嗡阿吽，我们会敲法器，敲鼓，等一下，来。
好，念一下：牛羊动物立即超度。啊，所以敲鼓代表断贪欲发菩提心，啊，所以敲木鱼，木鱼念下来，断嗔恚，发悲心，海鲜水产立即超度，所以呢敲就是我们做供养要敲法器，让动物超度，让海鲜水产超度，啊，所以让众生断烦恼发菩提心，还有敲什么云水板。对，我们出家人寺庙吃饭一定要敲云水板，念一下鸟群升天，恶鬼离苦。我们敲云水板就会施食给他们，两只脚的超度恶鬼离苦，所以法器很慈悲的啊。所以这为什么要敲？除了用音乐供养诸佛菩萨，让六道众生地狱道，特别有时候我们会敲钟，敲钟啊。敲钟离地狱出火坑，啊，所以在做各种的法会，这些法器，所以法器各位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学。基本上你老公很喜欢吃鱼，你赶快买个木鱼，没事在家里敲，超度他吃的鱼。儿子吃肉啊，吃肉你要敲鼓了，大鼓小鼓都可以，啊，鼓有各种情况，像我们这个很小的鼓，啊，所以就叫手鼓。但是它也是牛皮做的，看起来不慈悲，事实上是在超度啊。所以除了供养诸佛，也在超度。所以这个善供顺便敲法器，除了善供，所以永远各位记住，念一句佛，点一支香，都是为了圆满菩提心。善供三宝，下世有情一定圆满。啊，念阿弥陀佛，诵地藏经，供杯水，水供完佛了，这杯水泼出去。各位以后在家里多供一点水，佛前供一杯水，回向给恶鬼道，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两杯水乘以二，三杯水乘以三，完了以后水把它泼出去，不要光自己喝掉，对不对？供越多越好，然后呢，善供下施。那我想做功德不跟钱有关系，跟你的思想心态。如果你了解了，一杯水一杯香都可以。好。所以念下来，共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啊，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超度你的父母，七世父母，那就一定要每一年至少替他供养一次，对不对？啊，就是大法会啊，或者他们结下安居啊，很多地方都有办共生法会嘛。那供佛斋僧有什么好处？来，现世父母福寿百年，七世父母离苦升天，啊，对，现世父母家属得到福报，七世父母历代祖先离苦升天，因为供养生前。当然你会说，那没有很多出家人，重点还是观想啊。虽然我拿一包红包，但是我供养是整个世界的所有出家人，这样啊，回向给世界所有的众生，那我们的父母福报更大啊。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功德福报大点，多供水，特别这个水又只要是可以喝的水，矿泉水或开水都可以，就不要用自来水啊。当然，除了自来水，如果可以喝也没关系啊。然后用这个清净的水去供养，因为佛陀特别交代。佛前供一杯水，刚刚讲了超度84000恶鬼，超度所有海鲜水产，等于念了100万遍的消业障咒，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发财咒。要不要发财啊？水代表财啊，所以用水多供养，然后就要念这个偈。所以各位来，我们一起观想供水啊。以后各位在家里就要经常供养，好，一起念第六页供水偈来。这部分早上下午什么时间都可以来一起念来。水有八德，供养十方浊诸恶业，六道清凉。嗡阿吽，念嗡阿吽的时候就滴几滴水出去啊，等于你这个上供的水也布施给众生，那这杯水供在佛前，你要下午或出门再把它洒在外面。啊，或是你每次都要喝水，都要记得念所有八德供养十方佛，消除恶业六道清凉，点几滴自己再去喝，这
这个叫符合菩提心啊。我们吃饭也要供养，供养三宝，历代祖先我们才吃饭的，水也一样啊。那就但这个记忆很容易啊，就水有八德，你用水供佛，这个变八功德水呢，极乐世界八功德水，这样来供养十方法界，上供下施，浊诸恶业呢，众生的恶业就洗干净了，六道清凉。念一下：恶鬼升天，海鲜离苦，众生消业，人类得福啊，就六道众生都得到清凉。所以各位来供水，不要光供三杯啊，供多一点啊。啊，三杯当然佛教也有三杯的观想，代表菩萨戒了啊，断恶修善度众生，对三宝的尊敬啊。所以光一个水，我讲佛教不是有钱没钱，是有心没心啊。如果你有一个悲心，了解这个方法，这样去布施众生，而且水不会贪着，水又很清净，所以在藏传佛教很好，是每天在佛前都会供八杯七杯啊。啊，大杯的水，为什么要这样供呢？因为在佛陀的时代，他们对国王就做大供养，香花灯土果，就是水水，像按照金刚经，第一杯水是让他洗脚，第二杯水是让他洗脸，叫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这样供养国王。后来人家问佛陀说，那佛陀啊，那以后你不再来，我们要供养佛陀怎么供？佛陀说，就像你们供养国王一样，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做供养，叫八供养。那很多穷人说，那佛陀，那我们这些这么穷的人，那我们没有这么东西。佛陀说，八杯水 OK 啊。所以各位讲，你在家里最好能够至少八杯水啊，代表对佛菩萨的圆满的供养。然后这个八杯水越大越好啊，你最好拿水缸来供，这才聪明。然后这个水供完以后，哇，分给人家喝啊，拿去布施啊，洒在河里面啊，那福报大一点，好不好啊？拼大一点的啦！啊，为什么发菩提心就是承担所有众生，要供养所有的佛，对不对？那你要这样，在家里要做这些修行，上供下施，而且每一种供养带什么意思？刚刚念过了，你去理解里面的意思，对我们帮助很大啊！所以这个布施的善根可以回向地狱道，回向恶鬼道，回向动物道，回向人类啊，让他们都能够升天升净土。嗡阿吽，这个意思。再来，我们要做一点点的下施，请各位翻到15页。上供完以后，最好做一点。我前面有准备啊。按照经典所说的面饭粥，不需要菜，面饭粥，面啊饭啊一碗粥，我们又加一个干净的水，又加一个牛奶，又为他点了菩提心灯，让他们去极乐世界，又为他们供花。佛陀说，如果你愿意这样做，念完以后拿去荒郊野外，就算你得癌症，14天都可以改变，就算你业障很重，7天都可以消业。为什么？慈悲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供养所有佛的功德，还不如拿一滴饭给布施给恶鬼道，给流浪狗吃啊！因为佛已经成佛了，是让我们众福田在慈悲的功德超过一大供养啊！所以佛陀说，你供养恶鬼道一口饭，他会千万倍来还给你。为什么？他感谢你，舍一得百千万。所以我们上供完后，习惯就会把上供的饭菜，甚至你用上供的饭菜也可以，上供的饭拿7颗啊去布施在外面啊，窗户打开嗡啊吽，布施给那些鸟啊孤魂野鬼，撒出去孤魂野鬼先吃，再来就鸟啊蚂蚁啊那些吃掉了啊。那如果你喜欢他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多供一些，越多越好。那因为恶鬼道不是你供养他他就可以吃，就像穆建年的妈妈堕落鬼道，穆建年用神通把饭菜拿到鬼道，他妈妈也吃不到，对不对？嘴巴吐开就变成火，就把他食物给烧焦了，没办法吃。那恶鬼道喝到水变成硫酸，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会念这个辨识咒，太慈悲了，佛陀说这个咒叫大悲太阳咒，也叫必定成佛咒。佛陀说你会念辨识咒，将来不成佛的话，他所讲的经典都是骗人的。所以各位，这个咒你一定要会背，这个咒
太慈悲了，所以叫大悲太阳咒，啊，比太阳还大几倍的那种光去利益众生，把七颗米一条面都变成无量无边，所有轨道都可以吃得到，就是个辨识咒，念一下：南无萨瓦丹檀爱多瓦罗智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哄啊，它有一个手印呢，就是这样，第一只按了第三只，念到三本来三本来，手转一下，然后哄弹出去啊，这很简单了、啊。所以那如果你愿意学，要成佛，佛要念，经要看，咒要学，手印也要学，看你想不想成佛啊？那你一定要什么都会。那以后各位养成习惯，像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带着米，那带着米，然后呢，在树下撒一下，轰上不来上不来轰。特别各位，你们家里后面如果有很多树，那个叫什么？佛陀叫什么？来，鬼神村，他们就住在那边。这个还算有福报的，有树可以住。一般没得住的叫孤魂野鬼，没得住。所以有树林很多的，那佛陀就说我们要布施给他。中间这个树干，它的福报比较大，我们叫树神啊。但是那个叶子就住了一些树精鬼魂，然后越高的树天人的别墅，然后呢低的树啊世间的鬼神住。那这一棵树上就是一个世界一样，有蚂蚁啊，有鸟啊，所以各位能够在树下，我跟你讲，做树鬼很可怜，怎么可怜？它叫孤独鬼。这棵树200年，这里面的树精树鬼永远不能离开那个地方，除了这个树毁化掉，它才可以离开，了解吗？不像我们人可以走来走去，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出家人说，乃至我们菩萨，只要看到树，就给它撒一点水，撒一点米，那个树神树精，谢谢你，因为它不能走。但是我们做这个是用食物的粉做的，那也有好处。这个一点一风一吹，通通有。它吸，因为树会吸嘛。啊，那些中阴身，什么叫中阴身？刚死掉了49天，被杀的动物，都是以香味做食物。所以我们台湾人都知道，你用水果去拜祖先、拜地基主，那个它就没味道了。啊，你用豆腐去拜祖先，那个豆腐就会臭掉了。为什么？很快，因为它把你吸掉了。但是这个很重要，这个观念很重要。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祖先或是那些冤亲债主没超度，他吸你身上的精气，所以你所吃的营养都会被他吸走。癌细胞就是专门吸营养的啊，那是最大的冤亲债主。所以佛陀说，你只要有生病的人，你多布施食物或是点烟供香，那像这个烟供香点得很热了，我们还会加那个饼干啊，哦，让它更香啊，加巧克力，巧克力味，加牛奶饼干，牛奶味，布施给对方，那你晚上就好睡了，气色好啊。各位要了解哦，一个人生病有三个原因，念一下来：业障、鬼神侵、四大不调。一般医生能够帮助你的就是四大不调，但是真正让你生病的是业障。所以各位，你生病第一个要忏悔，多拜阿弥陀佛，诵地藏经叫忏悔。第二个呢，超度鬼神，他附在你身上啊。如果你业障没消除，鬼神没超度，你怎么开刀也没用，最后就是死啊。但是如果你懂得方法，佛陀跟我们讲了，业障要忏悔，第二个鬼神怎么超度，比如说等一下法会完你胃痛，那你要观想今天法会功德回向我胃痛的业障消除，第二冤亲债主得超度，他附在你这边嘛。那你回向给他或做功德给他，特别做功德给他，你去放生来寺庙供灯供养出家人，回向你造成胃痛的冤亲债主，你等于还他债了，那你就很容易好。这个一定要会哦，啊，一定要会。所以为什么说供养僧人、供养三宝和父母长寿、消业障、消贫苦？因为你回向给他嘛，啊。但是回向给他还不够，最好要加一个来母亲的冤亲债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冤亲债主是谁，搞不好是祖先，搞不好堕胎胎儿，搞不好他吃掉的动物，搞不好过去杀的，就附在他身上。各位，你养成习惯试试看，你突然右腿痛，
那你写牌位就要写个附在右腿上的冤亲债主，然后你去帮他做功德，甚至你会诵经，你会发觉他好了，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啊。然后当然配合医疗最好了啊，你也不能说迷信，不用念佛就好，不用看医生啊。有些是物理病四大不调，这个你不看医生不行的。所以在背刺业障要忏悔，鬼神要超度，四大调整啊，运动啊，像腰不好的人要运动，靠运动，对不对？晒太阳、补钙，姿势要正确，这个叫四大调整，地水火风。但是有些是业障，你怎么调都没用啊。所以那我们现在做施食是最容易消业障，以及能够回向给鬼神的啊，冤亲债主。各位，没有别的窍门，熟能生巧。那念这个辨识咒有什么功德呢？因为你每天都要吃饭，我麻烦各位从今天开始，你只要要吃饭吃面，你就拿七颗饭，就窗户打开，嗡啊哄撒出去。如果你会不会念，你就念这三个字，念一下嗡啊哄，嗡啊哄。但是不要偷懒，那我就不用念辨识咒，这样就不圆满。我只是老菩萨佛，没办法。各位还可以背，还是要背背这个南无萨瓦达那的阿罗吉调上不来上不来哄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的，因为阿难有一天打坐碰到鬼，他吓坏了。那个鬼跟阿难说：“你三天就要死了。”阿难说：“怎么办？”这个鬼还跟他说：“如果你能够替这个天下的孤魂野鬼供养三宝，而且不施食物给这孤魂野鬼吃，你不但三天不死啊，长寿无病。”那阿难跳起来就去找佛陀：“哇，我刚刚看到鬼了。”他说：“我三天会死，还教我方法。”真的还假的？佛陀说：“鬼不会教你方法。”那是观音菩萨变的面燃大师要来帮助你，你三天真的会死。所以观音菩萨变成面燃大师告诉你这个施食法门。那阿难就说：“那我出家我没有这么多食物供养所有的三宝跟恒河沙整个世界恶鬼。”佛陀说：“没关系，你只要会念这个辨识咒，哪怕七颗米一条一点点饭，念这个辨识咒，这个也叫增广加持，变成无量无边。那所有天下的恶鬼，而且这个辨识咒不是光布施恶鬼，供养佛也是念这个咒，布施神。像各位这个壶很漂亮，你拿一块小面包布施下去，你要观想整个湖泊变玻璃，那供养天神世间的神明，他就会得到。供养神明也是念这个咒，布施鬼道也是念这个咒，啊，所以在念是那么，萨瓦，丹他耶多，瓦罗之地，嗡。”三不来三不来哄啊。阿难因为会这个咒，不但不死，活到120岁，更重要的是多闻第一，可以把释迦牟尼佛所有的经典一字不漏的背下来，那我们才可以看到经典。所以汉传佛教最重施食，小蒙山大蒙山放焰口水路都不离开施食啊，布施食物给这些六道啊孤魂野鬼，那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功德，长寿啊，无病啊，三宝意念啊，没有人可以欺负你。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必须交代，很多人说，师父，我在我家门口施食，我家门口都鬼呢，所以我就不要好不好啊？啊，各位不要担心，只要有悲心，因为你布施给恶鬼道，不管你在哪里，夜叉、罗刹、鬼等皆畏，不敢欺负你。因为施食的人，你身体变成上帝，有大梵天的威德，啊，恶人恶鬼都不会欺负你，都不会伤害你。在其他经典写了太多的功德，三宝意念，诸天拥护，所以你不要担心，有悲心就好。啊，特别各位住在这些像别墅，前面有花园，后面有花园，你真的要布施啊，你家才有保护啊，啊，乃至这个香。今天送给各位，以后各位自己买各种香都可以，就至少一支插在外面门口吹出去，乃至用这个粉一点点香粉，再加饼干再加奶粉都可以，对不对？把这个香味布施出去。美国人在做那个烤肉，那个炉也很好啊，那烧一点点东西，加一点饼干，哦，很香啊，啊，大布施啊，啊，得到这些功。再来用水布施，就要念甘露水真言，各位念一次来，那么。
娑罗婆夷，当他来对，大智塔，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这个叫妙色身如来的妙色陀罗尼，你把这个水布施出去，这些恶鬼道它的颜色就变成像十八岁的女孩子、十八岁年轻人这么漂亮，所以叫妙色陀罗尼啊。所以你喜欢外表漂亮啊，那你要多布施甘露水，除了供养就是洒出去。那么所有世间的福报，长寿、漂亮、有钱，包括出世间的梦见诸佛菩萨，将来往生净土，通通具足了。佛经说的，所以我们中国佛教最重要就是两个咒了，没有一个出家人不会念的。但是重点是有时候念念念不太相信的，不太喜欢念啊，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咒变成你日常生活的呼吸呀，一点点米食物，一点点面包，一点点饼干，你要吃之前把一点点丢出去，对不对？特别我们出家人这个袖子长有好处，放在里面没人知道但是各位无论如何你到哪里都要撒，有牛啊，有那些鸟，布施给鸟吃，事实上先布施给鬼道吃。所以我们今天去两个湖墓撒很多米啊，很多水啊，就是撒在那边，那附近的鸟也高兴啊，一点点饼干最好，那些蚂蚁也高兴啊，那些众生高兴，然后就念这个咒。好，所以我们来念，那我来点水。你在家里点水最好点六七滴水，为什么要点七滴呢？给我念一下：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鬼道、畜生道，三滴朝上，三滴朝下，上三道都充满甘露水。点完以后，后面点一滴给谁呢？自己的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就点一滴所以你已经供过佛了，拿下来的时候点七滴那各位每天都要喝水，最好都要做，所以有八德供养十方消除恶业六道尽量嗡阿哄就开始点这样那你每天很快乐，力量很大，很慈悲上供诸佛，下施六道，安住在空性跟悲心里面因为跟世界连在一起，那你有得到这十六种功德。而且各位，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些功德？不是贪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你做一次，你可以让这个人增加一岁做两次，让这个人增加两岁。为什么？寿命长延颜色舒美，气力充盛。我们佛教做的功德是为了布施给对方，回向给众生的我之所以讲这个是最浅的，但只是说很多人虽然会念来参加法会，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意思，而且不知道怎么观想。反正那么上么那么上么那么，反正每天都要念像各位你在煮菜，那个味道很香你就布施吧那个饭的香，一电锅打开那个饭香不香哇，你就马上嗡啊哄，这个饭香上供下施，你会念辨识咒，最好撒一点水。所以你要把佛法不离日常生活，大乘佛教的修行不是在佛堂修行的，大乘佛教现在是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过程，保持一个正确的动机，这个叫大乘佛教。走路、开车、穿衣服都不离上供下施。你在穿衣服代表替佛像在穿衣服，在穿衣服观想六道众生都有衣服穿，这就是嗡阿嗡了。你在吃饭要供养三宝，你在吃饭代表第一恶鬼道通通吃饱，嗡阿哄观想你能够布施那更快。所以一点点，所以我希望各位这个瓶盖都不要丢掉。这个瓶盖干嘛？吃饭的时候在家里一人放一两颗饭，加一点汤就拿出去了，嗡阿嗡阿哄，叫你孙子拿出去，嗡阿哄，从小叫他修福报，今天放那个树，明天放那个树，后天放那个树，功德大不大？所以出门没带美金没关系，记得带几颗米，嗡啊吼！你丢黄金给鬼没用，你丢那个米对他才有用那这个世界，老实说，请问我们中国孤魂野鬼多，还是美国孤魂野鬼多？一样多。美国比中国多，因为我们中国台湾到处都是寺庙，天天出现超度，这边没人超度。超度不分在家出家，各位你千万不要说这个是出家人做了，我们在家人不能做。佛陀讲了，为佛弟子不施食，非我弟子。佛陀讲得很严重
为佛弟子、三宝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要会念辨识咒、七佛如来、不思死者为罗刹弟子、非我弟子。佛经写得很清楚。当然有些居士说，师父，那个我做的时候，我师父叫我不要做，没办法，你师父没看经嘛，就要看一下啊。经典写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在家人一定要布施给祖先啊，一定要念啊，家里有土地公啊、门神啊、土外护神啊、鬼神、树神，你一定要布施的啊，这样你才会家宅平安。所以佛陀告诉阿难，告诉月爱菩萨三讲，他说我一定要交代你们，告诉所有佛弟子，让那些没有福报短命的众生能够离苦，就像阿难，阿难就是短命众生啊。所以佛陀说，观音菩萨特别跟你讲，阿难你要传下去，不分在家出家。所以这两个咒各位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啊？下回我来上课，门口抽背他进来，就说我告诉你，我要告诉美国的鬼神，就找你们就 OK 了。为什么？你给他念他就升天了，成为天神。所以佛经说施死等福报太大了。为什么？这些鬼神要升天之前跪着跟你磕头，哎呀恩人啊，你有什么愿你只要讲，我一定帮你，真是如此，百分之一百。所以我师父给我说啊，你每天施死福报无量，你不用烦恼钱，钱天天跟着你跑，福报跟着你跑啊。我不是为了这个，只是说佛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做嘛。希望各位都有福报，都健康啊，永离三途。所以我大哥住在美国，他不知道住哪一州忘了，他得色护腺癌，打电话回来给我怎么办，我就把这个粉寄给他，告诉他你每天在佛前点一个灯。他说不行啊，我老婆说不行。我说你就偷点嘛，对不对？点一个灯就好了，然后这个烟供粉你去外面点，然后我帮你念，对不对？所以回来以后他癌症就检查就没问题，加上一个吃素很重要啊。各位你要是一得癌症你马上吃素，他就不会再继续了。如果你在吃肉，他只会让你早一点走，对不对？所以一生病就是业障来了，你就不要再制造业障了。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教的特点，各位到寺庙来一定吃素，这是慈悲。因为佛陀讲来杀众生就是杀父母，吃众生肉就是吃父母肉，这一点记住啊。啊，如果你要修大乘佛教修慈悲心，那就不要去吃他的肉啊，养成习惯。所以因为这样你可以长寿无病，广结善缘，净土往生，至少升天啊！吃素，因为天上没有人在吃肉了，天上吃的是甘露，根本不需要吃肉啊！但是我们修大乘佛教的基本就是悲心。那如果你要修慈悲心，佛陀说吃肉断慈悲种子，连种子都没有了，还讲悲心。当然这一步一步来，只是说各位，如果你愿意做，特别我们在超度的人，不一点都不碰肉跟葱蒜。为什么？我吃鸡肉我根本超度不了鸡，我吃葱蒜韭菜所有阿修罗神都会生气，鬼神称你度不了他。所以你要度众生，肉啊蛋啊都不能吃啊。所以因为你吃鸡蛋，那母鸡会恨死你，对不对？女人月事会很痛苦，每个月你会痛得快倒掉啊。但是如果慢慢各位学嘛，现在素食如果你不会煮，多来波罗是煮几趟你就知道好吃了。他们菩萨煮的好吃好吃，对不对？好吃又健康啊。所以我在台湾认识很多一贯道，他们还是煮的很好，对不对？很努力，只要慢慢改变他们不要吃鸡蛋，对不对啊？这样会比较圆满一点。再来我们要布施药，那为什么要念药呢？因为记住，你的爸爸是得肺癌往生的，如果他没有超度，他求子孙来超度他，子孙就会得肺癌，就是冤亲债主。冤亲什么叫亲？亲就是你的祖先祖父祖母，他得到胃癌死了，他心肌梗塞往生的，子孙没有超度他，他来找你的希望你帮助的时候，他这个生病的鬼神附在你身上，你就会得共业的病。
所以就变成爸爸高血压，儿子也高血压。所以现在你医生都会问你，你家里有没有得癌症？哦，他就可能你有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遗传，事实上是共业。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超度父母祖先，一定要超度祖先，我各位千交代万交代，你的父母祖先没超度，你这一辈子绝对没有福报，绝对没有福报，因为佛陀在经典想得很清楚，这也是汉传佛教的精髓。念一下，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啊，一定要每天回向。所以各位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每天供养，你吃饭的时候拿一碗饭来，我叫各位念一下，各位永远都要念。你可说，现在还没有吃素呢，饭是素的，那一碗饭是素的，对不对？稀饭是素的，要怎么念？念一下，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善神。所以首先你要供养这两个，就是三宝跟护法善神啊。再来念一下，供养父母，供养往生父母，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如果太长你就这样念就好了，供养父母祖先，一定要供养啊！因为你儿子搬家了，你儿子离开了，他没有拿祖先牌位，不拿也没关系，每天告诉他吃饭要供养，不然他没福报，不孝顺的人不可能有福报啊！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再念是供养父母祖先，供养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就是来让你生病了，破坏你事业了，所以念是父母祖先，冤亲债主，这一定要供养。最后一个，供养一切众生，对，那你就拿一点点饭菜去外面撒一下就好了，啊，念个嗡阿吽，你真的不会念就念观音菩萨，如果你会念，便是说甘露水真言，你就念一下，所以再背一次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善神，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供养一切众生，嗡啊吽，哎，或是念辨识咒就拿出去，早中晚都要供养啊。那很多人问我说，晚上不用供养，晚上佛菩萨没有，但是各位你来美国，你现在是这边是晚上，那边是白天的。基本上，你懂佛教了，你不因为你是替恶鬼道在供养啊，所以我们已经了解这个道理了。我们三餐都会这样供养佛、供养法，最好你又发个愿，对不对？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当然最好。供养完以后拿一点出去，养成习惯，功修功德。你不要说我供养就好，你不要供养。儿子，儿子来，倒一口饭来，你就把老公，老公拿一点来，我帮你去做。你帮他去做，省得他在急诊处你要住一个月照顾他啊！你要提早做。然后各位家里一定要有祖先牌位最好，如果没有，那你至少有一个小小的盘子供，就放在祖先那边，完了以后再把它拿出去也可以。你不要光初一十五供，你如果要孝顺最好天天一点点饭嘛，对不对？一点点水，那我们出家人是用七颗米加水也可以，七颗米放在一杯水里面，念完拿出去外面。好，如果你有摆祖先牌位，最好祖先那边也摆一杯，那祖先那一杯出去的时候再把它撒出去，替祖先布施嘛，这叫放焰口的意思。啊，祖先能够得到善供下士的福报更好。那我们现在念药师灌顶真言，各位观想那些可怜的众生、生病的众生，也观想念一下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六道众生同享甘露，无病无苦，同生净土。也就是说，你念咒或是念佛，一定要有一个动机叫悲心。我念是为了你们啊，你有这个悲心来念，然后呢，对方就会得到。所以我们念药师咒来。那么不见法地毗沙是俱卢毗卢波罗波恨来舍耶但那揭陀耶阿难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唵毗沙是毗沙是毗沙是萨摩揭谛梭哈。来，愿六道众生、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永离饥渴，无病自在，衣食自在，皈依三宝。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好，那我今天教各位这简单的法门，就是说你在家里上供十供养，十供养用想的就可以，像这个本子上面我已经把图画好了，那你用一杯水也可以代表十供养，用一支香也可以，那你也会观想哦，供香嗡阿吽，供花嗡阿吽，供养完以后下施，把你供养的放在前面的面包饼干折一点下来，水拿去外面啊下施，短短的五分钟十分钟你就做完了，做完以后你自己要来打坐啊诵经啊更好，但是你在打坐诵经的时候想的不是你自己啦，因为这个时候我是跟佛菩萨连线的，跟六道众生连线的，所以我在为他们念佛啊送普门品啊打坐啊吃欧玛尼贝咪哄啊，是是这样啊，那每天你就会觉得精神很好啊，而且因为你经常佛陀讲了慈悲是证悟空性最快的方法啊，那你就很容易安住在空性里面，所以你要修空性的人，很多人说我要修空性断烦恼，我不要有贪嗔痴，但是如果你没有资粮是做不到的啊，那慈悲是最快的资粮，因为有慈悲心的一定会布施，有慈悲心的一定会持戒，有慈悲心的一定会忍辱，有慈悲心的一定会精进的，对不对？慈悲心就是禅定，保持慈悲心，慈悲心就是空性，证空性最快的方法，所以叫慈悲波罗蜜，包含所有波罗蜜。那我想各位住在美国这么清净的地方，你很容易去慈悲啊，刚刚讲了花草树木阳光都可以拿来供养啊，而且我们看到阳光会念什么，来南无不动如来，阳光转为佛光啊，你念不动如来，这个阳光就变成佛光啊，那如果你会洒甘露水，阳光就变成水晶光，那个光不是热，而是一种凉快清凉啊，那看到水念什么，来南无宝济如来，这个水就可以超度所有众生，水里面的鱼啊，将来离苦升天叫宝济如来，所以我们出家人只要喝水都会念佛光一波水八万四千重，若不持此咒如实众生的嗡哇西波罗摩尼梭哈，嗡哇西波罗摩尼梭哈就是宝济如来护身咒，让水里面的细菌都可以升天，不然你去煮开水等于在杀生嘛，这样，因为水里面明明有细菌啊，所以你念宝济如来，所以看到水念宝济如来，看到阳光念不动如来啊，吹到风念一下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个风就等于观音菩萨在念经，所以我们药师经里面叫我们挂经幡，经幡这叫经幡，要挂49面，那现在的人我们潮州有一位大风祖师把它做成经幡，念一下经幡飘动幽谷生香永离三途，同生净土。所以我想我们这些佛教的这些法门叫方便波罗蜜，就是说透过各种佛菩萨的加持去利益帮助众生。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机关署防疫师陈婉清。防疫期间为着你的健康，请继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如果你正在伫厝隔离，也是检疫的民众，请留伫厝中，也是隔离检疫的场所，唔通四处拍拍照，也要注意家己的健康。若是你伫隔离检疫期间出现发烧、皮毛病、唔知惊者、拍拍抖、气管尽头，也是身体无爽快，请挂号嘴安联络卫生局，也是1922专线，照只是去看医生，千万唔通去坐大众运输。如果你有打算去洗喙齿，也是健康检查，这唔是最紧急的医疗，请小慢一下，
等隔离检疫期满才安排。感谢有你配合防疫措施，共同守护全民健康。Pradihana, Pradihana, Savagram, Prampra, Nimi, Savasato, Nenjai, Swaha.摩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又名胜福往生净土经，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如是我闻，一时伯杰凡在士罗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与无央树声闻菩萨摩诃萨聚，及诸天人阿修罗等无量大众前后围绕。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不可说功德庄严，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今此世界无量有情，烦恼因缘造诸恶业，当堕地狱、恶鬼、旁生或天人中受诸巨苦，唯愿哀悯，方便拔净。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
如能哀悯一切有情，作如是请：谛听，谛听，我今为汝略说拔济众苦方便。善男子，有佛世尊名为不动如来应正等觉，为欲利乐诸有情故，说陀罗尼，令众诵念。陀罗尼曰：那么赞那赞呀呀嗡刚刚呢刚刚呢若赞呢若赞呢卓赞呢卓赞呢扎萨呢扎萨呢扎迪哈那扎迪哈那萨瓦伽玛巴朗巴朗那么萨瓦萨多南卓耶梭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自诚敬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受持此咒，先说造作五无间业四众十二毁诸圣贤谤正法罪，皆悉除灭。临命终时，彼不动佛与诸菩萨来现其前，赞叹未遇，令其欢喜，复告之言：今来迎汝，应随我往所从佛国。彼命中矣，决定往生不动如来清净佛土。善男子，复有世尊名灭恶趣王如来应正等觉，为欲利乐诸有情故，说陀罗尼，令众诵念。陀罗尼曰：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自诚礼敬灭恶趣王如来应正等觉，受持此咒，万四千劫常忆宿命，所在深处得丈夫身，具足诸根，深信因果，善诸技术，妙解诸论，好行慧施，厌舍诸欲，不造恶业，离诸为不，具正命慧，众所爱众，常尽善友，恒闻正法，求菩提心，诚无暂舍，以诸功德而自庄严，具善律仪，不诸恶业，恒无匮乏，调柔乐净，于天人中长寿快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终不退于十道彼岸，常愿利乐一切有情，诸所修行非专自利，在所深处常得见佛，护持正法，欲贤圣众，时薄伽梵说此经已，身闻菩萨及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不然只会知道